汪小菲和大 S 在离婚后依然热度不断。过去为了向前妻大 S 表达爱意而建立的 S Hotel， 也在两人离婚后被改名为美景阁 M Gallery。没想到酒店今年三月才刚换上新招牌，如今竟然传出即将停业的消息，引发外界热议。汪小菲也在微博发文证实，酒店已经在8月21日结束营业。他表示，酒店开业以来致力于提供优质服务和舒适的住宿环境，但新冠疫情的影响使得客观环境变化严重影响到酒店运营，经历了重重困难，最终不得不关闭酒店。目前酒店内所有用品已经进行拍卖，汪小菲表示，拍卖所得将全数捐赠给喜憨儿社会福利基金会和幸福社会福利基金会，以回馈社会大众。汪小菲也同时感谢所有酒店员工的付出，并感激顾客、合作伙伴以及大家支持。他强调，尽管酒店已经结束营业，但他仍希望能借由捐款来回馈社会，对支持者们表达了深深的感谢。Bye.